我的
想要买从哪里下去？下去了！怕被人家破坏生态。这里有一只，这个好像管制呢，不能抓。下面有超大只的，你看这只，超大只的。掉下去了，哪里？他们为什么一直熬你？他们会抓来吃吗？不可以，不是以前的，也不行啊，没有什么肉啊。你要拿去炸有没有？台湾不是都会炸那个西虾什么的，这样回事吗？看你，好的，看你。姐姐看多少钱了？